据媒体报道，六日 IU 意外在好友雪莉的 IG 上客串出现，他亲自为对方做了饭和海带汤，随后雪莉在 IG 贴出一张饭桌的照片，并在留言处标记 IU God 真 God 真饭，妈妈做的小菜最棒，第一碗海带汤真的最棒了。最后还不忘为好友 IU 的新歌宣传，雪莉2011年曾和 IU 一起主持过音乐节目，从那时两人就成为了好姐妹。两人近年来各自经历风雨，但相互扶持，深厚友情不变，令双方粉丝都相当羡慕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